百萬同居計劃今次而家剩翻我諗一個禮拜啦，係啦，咁就所有大宅嘅場口都拍曬啦，就嚟跟住公司嘅場口又拍曬啦，咁爭翻啲外景喺條街度啊，或者同啲貨車有關嘅情景未拍咁樣咯。貨車係因為我係啊，因為我個識燈仔，我係揸貨車，係啊，又會送貨啊，所有工作我都做下咁樣咯，係啊。識唔識揸貨車啊？完全唔識，因為我係冇駕駛牌嘅，所以其實今次好難嘅，因為咧我係完全唔知究竟落車嗰下究竟係攞咗鎖匙先落車啊，定係上咗車之後係戴完呢個 seat belt 之後究竟要做啲咩啊？撳咩掣啊？其實完全唔識啊，所以在場工作人員成日都笑我，因為我每次唔吸機嘅話咧，我就會腦破綻，所以每一次其實我都好糾結，究竟啊可唔可以話我知我上咗車之後要做啲咩咁樣？有冇整親啊？即係喺成日都要搬貨啊？反而又冇，因為有今次唔係話好多場口係要去搬搬抬抬嘅，得一兩場，反而嗰啲場口未拍，係啦，咁所以都暫時冇意外發生嘅 ，OK 嘅 ，OK 嘅。好啦，講下你個 MV 先啦。好。個 King Kong 啊。係。係 King Kong 啊。係。個美國一日有過百萬喎。係，好多謝大家好關注呢首歌新歌啦，因為 King Kong 呢隻 MV 無論係 MV 啦定係歌都好啦，其實都係自己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嚟嘅，因為今次曲風可能係比較電子音樂啲啦，或者比較 band sound 啲，係以前 Anson Lau 自己未試過嘅嘢啦，咁所以但係今次又好想試啲新嘢，因為以往可能 Eagle 啦、Mr. Stranger 啊都試過一啲大家覺得黑暗型但係形形格格嘅嘢嚟嘅，咁但係今次就想喺音樂風格，譬如 instrument 上用多少少唔同嘅一啲音樂元素落去啦，咁樣咁同埋因為上次可能 Mr. Stranger 我想試一啲同 Maggie 唔同嘅嘢，而大家都俾咗好大勇氣，我可以試多啲唔同新嘢，咁所以今次就揀咗 King Kong 呢隻歌咁。第一次做 MV 導演咁樣，點啊？你覺得自己尷尬遇到呢個位啊？尷唔尷遇到就我唔知啊，要問翻身邊嘅團隊。但係so far 個效果出嚟好開心嘅，因為今次 MV 上拍攝嘅嘢係自己每一個角度都係自己想要嘅嘢啦。咁但係就發覺原來做導演真係好難嘅，因為真係要處理嘅嘢太多啦，即係唔係淨係諗 storyboard 或者諗個 theme 咁簡單，即係我要安排人手每一個時段要做啲乜嘢。咁喺我保安裝嘅同時咧，以往咧我自己作為 artist 咧，可能做保安裝嘅時候就真係好專注，可以休息一陣或者諗下一間拍啲咩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就係、是、嗰次就係保安裝嘅時候，我都要已經諗定下一個 shot 我要做啲咩，或者可能我入去補妝之前，我要安排好究竟我嚟緊我要轉咩燈位，所有嘢咁就。是啊，真的攰好多咯。即係有冇興趣咧？即係再試啊，或者再做其他嘢嘅導演啊？絕對有嘅，絕對有，因為發覺導演工作好有興趣啊。又唔話即係導演工作，我諗係幕後工作自己都好有興趣，因為唔止安排人手咁簡單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創作嘅過程好開心啊，即係一齊諗究點實行呢件事啊。我自己好 enjoy 呢件事嘅，係。OK， 睇曬留言啊。睇曬啦！我每日即係通常可能翻放工之後，我翻到屋企，我點都會睇一睇有冇新嘅留言啦，咁樣係啦，有好與壞都自己都想知啦，係。OK， 咁啊，演唱會啦，呢度飛好多人咧都買唔到啊，係。好多人唔開心我都知道呢件事因為公司其實就安排咗嚟緊加開嗰兩場，就係有九成嘅飛啦，就開賣俾 Miro 啦，同埋公開發售嘅。咁最近呢幾日其實我都收咗好多大家 fans 啊，或者唔同嘅觀眾都有 message 我啊，或者我有睇 Telegram group 啊，大家或者 story tag 我啊，都有講大家好唔開心啦，好失望啊，其實。即係我作為即係呢個演唱會其中一個表演者，其實我自己好唔中意見到大家咁失望咯，因為其實自己都覺得其實大家追 Mirror 又或者中意 Mirror， 其實呢樣係一樣娛樂嚟噶嘛，即係本身一樣好開心嘅嘢，我都唔想大家變到好似好大壓力啦，又或者好似好有失望嘅感覺，其實我自己最唔中意咁，所以
都好想同所有粉絲講，即係好失誒，即係要你哋失望或者要你哋咁辛苦去撲飛，其實係辛苦曬大家，都係啦。希望嚟緊會唔會再有機會可以有更加多嘅場次，又或者可能有嚟緊下一個 show 有更加多唔同嘅更加多可以俾大家睇到咯，即係更加多人可以入到場睇咯，係都係盡力做，係。Ethan 就話按摩能做，咁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所有決定咧，其實都係交翻俾公司安排啦。咁所以我唯一可以去做到就係繼續安撫大家嘅心靈啊！即係我可能譬如近排我自己喺社交媒體啊，我自己再勤力啲去上水啦，勤力啲去同大家傾下偈啊 ，post 多啲嘢啊，即係盡量想大家即係分散下大家可能撲飛或者買飛嗰個壓力啊，那個注意力啦，即係等大家都啊，就算知道大家辛苦，我都同大家一齊陪住大家嘅。可能你哋撲飛嘅同時，我同大家一齊傾下 MV 嘅嘢啊，傾 con 嘅嘢啊，咁樣咯，係。爭好多飛仔，爭好多飛仔，親戚咯，其實都真係幾多咯。咁但係依樣又真係我莫能助啦，因為我暫時我都未知道究竟我可以幫到幾多手咯。係啦，咁所以都係盡力有就有，冇就冇咯。係。你會唔會即係喺網上邊好似姜圖啊嘛？喺網上邊開 live 咁樣，即係唱下歌咁樣安撫下？其實花姐前幾日都有叫我啊，會唔會你得閒開下 live 啊咁樣？但係因為咧，我每次放工翻到屋企已經係五點嘅事啦，其實大家都瞓緊覺啦，咁我又唔想即係每次可能我咁耐先開一次 live， 但係大家都瞓曬，完全冇睇，咁 miss 咗，咁又令到大家失望啦。咁所以要揀一個好時機，可能就起碼都拍劇完咗，或者甚至演唱會完咗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咯，係啊。我想問一下咧，今次改咗 Jeffy 咧，即係唔係 Ethan 咧？點啊？即係覺得個合作點啊？今次其實係我第一次同 Jeffy 工作上合作啦，即係之前係任何形式都未試過同家姐合作嘅。咁但係之前一年前就識咗佢嘅，因為嗰陣時就係同佢啦，同 Ethan 一齊去上 KP 老師嘅做戲堂啊咁樣。咁嗰陣時就一個相識啦，但係就唔係話好熟絡嘅嗰陣時。咁但係今次第一次合作就發覺原來 Jeffy 佢以前俾我感覺就係一個好斯文啦，係啦，即係好斯文嘅男仔。咁但係今次就原來好玩得嘅，係即係 Jeffy 係一個喺劇組上面係一個好似開心果咁嘅感覺，即係佢咩都唔介意去講開玩笑啊，有佢喺度就會大家都會一齊講啲好無聊嘅嘢啊咁樣。即係換咗 Jeff 都好睇嘅。原來 Jeffy 各有各唔同嚟嘅，即係我哋私底都有傾話，如果Ethan 做而家呢個角色同 Jeffy 做呢個角色，會用完全唔同嘅 approach 嚟做嘅，咁所以係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咯，係。有時咧 Ethan 會發穿嘅喎，喺呢個。我暫時就冇收到呢個通知，係啦，我都唔轉彎抹角，我暫時未收到通知嘅，咁而家仲有一個禮拜嘅拍攝檔期，暫時我都仲未收到你個通知，真係係啦咁樣咯。如果有梗係好啦，但係因為 Ethan 都好忙啊，係啊，所以要佢客串都難，有難度嘅，有難度。佢休息多啲，我都更加 prefer 噶，係啊，因為佢都好攰近排佢。你都要準備演唱會喎。係啊，其實而家完埋百萬同居計劃之後，就全力準備演唱會啊。咁但係而家演唱會 run down 所有嘢安排好曬，而家我自己嘅 part 數或者我自己有份參與嘅 part 數咧，就整緊歌啦。大家就傾緊究竟成件事嗰個音樂形式點樣做啦。咁就大家各自就開始練習啦。咁我就應該個零禮拜後就開始真係正式排舞啦，咁樣咯。咁但係今次就有好多嘢要準備啦，同埋自己又要開始做翻 gym 啊，學翻唱歌。啦，即系呢个学唱歌要再频密啲啦，比翻以前，因为今次演唱会我谂大家都好认真对待，所以都唔想大家失望咯，即系尽力做好佢。OK， 唔该晒，多谢。